今天参加本场开校工作人员业务讲习的，包括担任主任管理员的162人和管理员598人，以及联络员126人、自备员15人，一共是901人。本次会议上午9点钟在基隆市政府新书楼大礼堂举行的，由选务所主任委员陈振雄主持。他勉励与会人员要做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